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今天分享超级松软的亚麻籽吐司。这款吐司操作上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搅一搅就好了。重点是它非常的经济实惠，材料成本只需要台币58元哦。跟我一起动手做吧 ，Go Go Go！ 椰子细粉20克，有结块塞。黄金亚麻籽粉100克，泡打粉8克。赤藻糖醇10克，洋车前籽粉20克，盐1克，搅拌均匀。热水200克，搅拌均匀。底部有点干粉拌不匀没有关系。2个蛋，搅拌均匀。把蛋液加入刚刚的面团，准备一个模型，把面团倒进来，把表面抹平，喷水，喷水，烤盘上面放一杯冷水。这个目的是为了防止面包烤完之后表皮会太干，放在烤箱下层用180度烤60分钟。现在已经烤30分钟了，它整个都蓬起来，所以记得要放在下层。烤好喽，我们把它脱模。放凉再切片。非常的松软哦，真的非常松软哦。这个面包做法简单，操作快速，又非常松软，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动手做看看哦。记得要多喝水哦。